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泰国小吃沙库塞姆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炸一炸我们的蒜米，倒入适量的油，油分要多。当油还没有开始热呢，我们就直接倒入我们的蒜米。蒜米呢已经切成脆脆，一直搅拌搅拌它，记得用中或小火炸一炸，炸到变成金黄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就可以捞上来了。它的油呢不要倒掉哦，等下要用到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捶打我们的这个白胡椒粒，半茶匙，打到脆脆的。OK， 打到脆后呢，才放入我们的香菜根和我们的蒜米30克，打到脆脆的。锤打到碎了过后呢，就放入一旁备用。来看看我们准备的材料：肉碎150克，3汤匙的椰糖，刚才锤打的这个材料，红葱80克切成碎，这个是咸菜脯，记得清洗到它的咸度没有掉啊。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花生，烤花生100克，锤到脆脆的。好，所有的材料呢都已经齐全，我们就来开始吧。倒入少许的蒜米油，油热后呢就将刚才锤打好的材料放下去，炒到爆香为止。材料爆香后呢，才放入我们的这个肉碎，炒一炒它，炒到熟为止。肉碎熟后呢，才放入我们的红葱，炒一炒，炒到熟，炒到爆香。爆香后呢，才放入我们的这个菜脯。菜脯有两种，有咸和甜的。如果有甜的话呢，选甜的啊，因为我找不到甜的，只好选择这个咸的。咸呢，一定要清洗干净到它的咸度不见掉。好，现在才放入我们的这个椰糖，炒一炒它，炒到它融化为止就可以啦。好了，过后呢，我们就来调一点点味道。半汤匙的生抽，炒一炒，炒到均匀为止。均匀后呢，才倒入我们刚才的那个花生，刚才拍不到，忘记没有 battery， 就是炒到均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准备200克的这个沙锅西米露，什么颜色都可以，泡在水内15分钟。好，15分钟过去了，记得倒掉多余的水。我们的手呢一定要湿的，包起来呢就比较容易。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吧。刚才炒好的呢已经冷了，我们就将它抓一抓，抓成圆形。这个沙库塞姆呢在泰国是最最最出名的小吃啦，如果谁有去过泰国呢，肯定有吃到这一个的。如果没有吃过呢，一定要去试。 OK， 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准备我们的沙锅西米露。做的方式呢就是这样，把它摆平在手掌上，摆平后呢才放入我们刚才的这个肉卷进去，抓均匀它。如果盖不到的话呢，就再用那个西米露盖上它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记得在盘上涂一点点那个炸的蒜米油，避免它粘起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拿去蒸了，水呢一定要蒸滚，蒸滚后呢我们再放下去蒸，大概5分钟就够了。好，5分钟过去了，就可以拿上来了。
哇，好漂亮。赛过赛姆呢，它一定要甜，然后少少的咸哈、哦。如果咸的话呢，就不好吃了，一定要带甜哦，记得。然后记得在那个我们的西米露上涂一点这个炸蒜米的油，避免它粘起来。然后我们的这个西米露上呢，就有淡淡的那个炸蒜米味。盘上也是放一点点油，避免它粘起来。然后撒一点点红辣椒，红跟青辣椒都可以。然后撒一撒我们炸蒜米上去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吃的方式呢，要一口这样吃，跟着辣椒跟着菜也可以，或者要把菜包着它放进嘴巴都可以。来，我吃给你看。非常好吃，这个小吃呢，大家不妨来试试做看，它的味道跟泰国的厨师做的一模一样。